考生心理。你认为个人主页的意义是 A 可以更好地展现自己， B 是与他人沟通的桥梁， C 终于有自己的朋友圈了。 ABC 选选吧。希望关注你个人主页的朋友们如何与你沟通互动， A 跟你说说心里话， B 分享他们的生活， C 互相鼓励一同成长， D 其他。我觉得可以跟我说说心里话，可以互相鼓励一同成长。他们可以弄一些梗出来让我学学，或者说我也弄一些梗让他们学学，就大家都变成有趣的人。对，D 一起有趣。三，你希望在自己的个人主页中更多的分享什么内容？发自己的帅照，分享生活中大小事，说说自己的心里话。可以发自己帅照，分享生活中，这个肯定要有。说说自己的心里话，也是可以。那小朵，一般你自己来说的话，擅长自拍吗？那必须的。那我们就期待以后。我觉得可以分享一下自己在练习室里的一些每天的成果，这个可以有吗？好的。也不知道关注我的朋友们呢是因为什么关注上我的。你觉得你自己有什么比较吸引人的地方呢？可能就比较平时比较幽默，玩的梗比较多，所以可能有人因为我有趣，当然长得也不丑，肯定也有因为颜值过来的。那我就说的简明精要一点吧。听好了各位，关注我的朋友一定要一直都在，捡到的小朋友不要扔，万一长大了给你一个大惊喜呢。还是那句话，我依然是个画家。想画个皇冠，那就画个狮子头在这里，要点闪闪发亮的感觉。星星最好不过，别人一看就知道这人威武霸气。威不威武，霸不霸气。把牌匾装饰一下，那就把它弄成对联的形式。要有想法，哎，这就对了，也小小的装饰一下。左联，说话不用想太多；右联，我吃饭吃得多很多。横批，钢铁直男。其次呢，也是送给大家一个建议吧，做人记得要开心。拜拜。写个啥呢？哎呀，还可以丰富啥呢？丰富自己的生活圈。希望关注你个人主页的朋友如何与你交通什么沟通互动。说说心里话啊， C 吧。然后分享什么内容，就自己生活中的大小事啊，还有就是平时干些什么呀，就什么逛逛街呀，喝喝奶茶呀，出去玩什么的。喝奶茶算了，不喝了，我已经够胖了。回答题，就因为有很多朋友已经关注我很久了嘛，就希望还能像之前一样，就是
互相鼓励，互相帮助，就是一同走向自己未来的路。画画了，有尺子没有？强迫症。TF 家族的标还有，就没啥了。其实，那个符号还有，有了，那就画了。嗯，好的。嗯，一二三四。哎，是歪了。哦了，是歪了，很难受哎。哪里是歪了？这儿，就。没有，我不这么想的。其实原本就是因为很多那个画嘛，就水墨画，就是一些就是天空就有很多不同颜色的蓝色，但是这个画不出来，就画成了这种感觉。然后就是这个家族的 logo 嘛，然后这俩表情是我平时无奈的时候爱画的两个表情。嗯，然后这个是。对，这是我。哦，对，对。哎，还有小饼干，也还行，就是画歪了。拜拜。想见你的倒计时第一学期，先写个名字。亲爱的考生您好，欢迎来到想见你的倒计时，恭喜你通过第一学期开机点棒球。获得这份个人主页规划试题，请仔细阅读以下有关个人主页规划的问题，并认真作答。选择题，你认为个人主页的意义是 ？A. 可以更好地展现自己 ，B. 善于他人沟通的桥梁 ，C. 终于有自己的朋友圈了。这是多选题吗？没有限制，我都可以选。嗯。第三个，你希望在自己的个人主页中更多分享的内容。发发自己的帅照，一发分享生活中的大小事。哎呀，肯定选 A 啦，发发自己的帅照啊。选 C 啦，那我 D 再选一个，分享有趣的事，反正所有有趣的事都可以。想对即将关注你个人主页的所有朋友们说。啊，肯定第一个，不要。笑我，笑我啥？笑我的啥来着？啥来着？写好了，第一个来读一下啊！不要笑我的个人主页的图片，我又发一些很搞笑的图片。第二个就是多来看看我的帅照。那个帅上有双引号，对自己就是不完全的帅气的，差不多吧。还会有哪一种类型的？可以给大家先预告一下。沙雕，我要画我的艺术画。艺术画。先来打个草稿。艺术画指的就是非常的凌乱，但是又非常的优美，但是又非常的好看。就比如说，把这所有的颜色涂在这张纸上，这就叫艺术画。即兴发挥。这就是传说中的即兴发挥。
这个是只青蛙，这个是个海绵宝宝，这个有两个字，下面这个就是即兴发挥，然后这是两个耳朵。你耳朵是什么的耳朵？兔子耳朵。你是一只兔子吗？不知道。就是你戴着猫耳朵，穿着大裤衩，然后再看海绵宝宝是吗？差不多。拜拜。你认为个人主页的意义 ？A 可以更好地展现自己 ，B 是与他人沟通的桥梁 ，C 终于有自己的朋友圈 ，D 其他。我觉得第一题吧，我应该选的是 A 和 B， 对。然后第二题，希望关注你个人主页的朋友们如何和你一起沟通互动 ？A 跟你说说心里话。分享他们的生活，互相鼓励哦。C 互相鼓励，一同成长。D 其他。第二题我选的是 A 和 C。然后第三题，你希望在自己的个人主页中更多的分享什么内容 ？A 发自己的帅照 ，B 分享生活中的大小事 ，C 说说自己的心里话 ，D 其他。想一想。首先 A 肯定要有，对，我个人感觉还好吧，就自拍呀，就看自己帅不帅。那你觉得帅吗？还好吧，也不是很丑。然后 B 吧，分享生活中的事情，幽默搞笑的，然后可能有时候会分享一些我觉得就是很有意义的事情，对。然后 D 我还选了个 D 就是我记得我以前说过要看那个电影嘛，观后感，有好像是十部对吧？对，十五岁之前，哇，现在是五月份了，11月，不久了。10部，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做到。想对即将关注你个人主页的所有朋友们说。我写的就是。哎呦，不错哟，就这样，就还不知道画什么。那比如说，你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个元素，或者说是什么样的词汇，或者说是什么样的一个符号，就是比较能够代表你？感叹号吧。你就这些脸上的这些东西都是就这周围，然后以及这个都是用那个感叹号画的，然后加了个鼻子和嘴巴，就是一张脸，然后两个耳朵，然后就一些，这个好像就是那种鸟之类的吧，对吧？就这样。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？我觉得含义就这个感叹号，然后这张脸吧，看起来就挺搞笑的，对。我是一个比较喜欢搞笑的人吧，拜拜。我选的是 A， 可以更好的发展自己。然后第二题，就是希望关注你个人主页的朋友如何跟你沟通互动。然后我写的就是 C， 互相鼓励，共同一同成长。然后第三个，你希望在自己的个人主页中更多的分享什么内容？然后前面三个我都没有发，都没有填。然后我填的是 D， 其他的就是近期学习的内容以及最近的一些进步。啊，那你不会分享自己的帅照吗？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个多选题。可以多选，因为在之前的你的朋友们每个人都表示过要发自己的帅照。对。那就是如果说发自己的照片的话，这里就会有一个问题。觉得自己的自拍技术怎么样了？我觉得挺好的呀，我很有信心。那你觉得就是在你的朋友们里面，除了你觉得自己的自拍技术不错的话，你觉得谁比较好？没了。我差点写成答了。学校语文考试经常就是这种题要写答。哎，这个要空两格写吗？想对就是即将关注你个人主页的所有朋友们说，然后这里我说的是希望在未来的道路上我们彼此相信，互相帮助，只有同心协力才不会惧怕未来的种种挑战，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
没事，我先想听先挑颜色。你觉得就是纯色系主要是哪几个？我觉得暖色系吧，但是我衣服那种暖色系不多，但是我觉得挺喜欢这种颜色的。我突然想起了，那你刚上次我们跳豆腐那句话。好了，然后这个呢，就是乐器嘛。然后呢，我觉得，因为我很喜欢音乐嘛。然后呢，这边是糖果，然后这个巧克力，然后这是音符啊，牛奶要脱牛奶要长高，然后这边是一个架子鼓，因为我在学架子鼓嘛。还有中间这句话 ，Never give up。这个就是上次我们跳 Dub 的，就是后面那个横幅里那个符里面的一句话，就是不要停止向前，拜拜。